那这边呢，左边是我的外公，这边是我外婆，我一般叫爷爷、爷爷、外婆。然后这在今年也是我外公外婆的5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，所以，走过一路也觉得想做孙子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们的，就希望给他们留下一段最美好的回忆，然后他们也一个非常好的礼物，对吧？而且外婆搞得这么漂亮，爷爷搞得这么帅，确实我觉得也蛮开心的。你们也开心吗？开心，这是你已经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。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I Need You 的 music video 能够感受到法国的魅力，巴黎的魅力，雪麦的魅力，包括在方登广场上我外公外婆这次深情的拥抱。I Need You 是一个延续了 What You Need 这首歌的风格，然后也是有一些 funky 的这种 hip hop R&B， 他们两个其实是一个呼应。在我出 What You Need 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写 I Need You 了，因为当你用歌曲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你也需要用歌曲来回答这个问题。也谢谢 Showman 对我的大力支持，谢谢 Showman， Thanks Showman， Merci Showman。